下面我们对以前所学的知识来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呢，也是我们所有课程当中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课程，因为它是我们一般从事自动化这个工作的人员心中要有数的一个知识点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直线传动的一个常用到的一些机构传动方式，直线传动当中常用的一些标准配件，它们配合使用的一个传动方式啊。这个传动方式呢，我们是按成本由低到高的这种顺序来排列的啊。可能在课本上我们很少强调的成本，但是在现实里面呢。我们对这个成本的管控，或者你站在一个老板的立场上去考虑，这台机器当然是以最低的价格去实现它的一个功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哈，就这也是一个现实里的要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直线传动的第一个一个机构是气缸和轴。这里有两个案例，都是属于比如说这里是螺丝机这个呢是属于热压的设备，像这种冲压这种机器结构，我相信大家如果工作过的人，应该看到这种机构应该是基本上只要你从事自动化，这个肯定会用到的肯定会见到过它的优点呢它的成本是我们里面最低的。它的缺点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个气缸，那气缸呢，我们知道它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它只能两点之间的移动不能过程中停止。如果你要过程中停止，你可能还要加额外的气缸来阻止它，或者通过一个电磁阀5V3通的这种电磁阀来控制，也可以选择。多轴多负动的这种类型，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气缸一般来说都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两点间的移动这种方式来实现。因为它是气缸，所以它的行程也不会很远也不会很长。还有，因为它是轴这个轴它的一个承重的一个负载特别是动负载。没有我们所说的这种滑轨滑块和滑轨的这种承重负载大，所以大家这两个他选择的这两个呢，那都有它的优点啊不缺点啊，那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低成本低。那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无管钢，其实也是气缸和轴的一个组合体只不过变成标准件的方式。下面一个是气缸和滑轨滑轨它是一个很有优越性的，因为它可以做得很长。另外一个，它的负载承受能力比轴要大很多所以这里有两个机构，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机构里面用到的第一个机构和用到第二个机构了。第一个就是气缸和轴还有一个就是气缸和滑轨。比如说这个机构是不能采用轴的，你这个滑轨，你如果用轴，它这个冲下来就很容易变形同样，这个是绝对不能用轴的它也用滑轨，这个是热压机第三个就转换到电机上面了电机和气缸的一个很大的优点，相对来说，因为它是转动的，所以它可以任意位置停止任意位置停止。它们两个区别，一个电控，一个是这个不用说了一个气的。然后这个呢，气缸和轴和皮带这种传动方式比如说大家看到右边一个案例和左边一个案例，这里有什么特点呢？在现实里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说你要只是做一个传动而非承重的或者动负荷给这个机构的话，最好就是用这种机构成本是最低的可以让它任意位置停止。但是因为它是轴，所以它这个
动负荷承载的能力不会很大啊，不宜过大啊。然后呢，它是皮带，所以它的精度也不会是非常的高啊，但是它基本上能达到，比如说 0.05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0.05 毫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第四个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我们做自动化必须心中有数的这个机构啊，是电机皮带和滑轨，这是用在典型的机械手传动方面啊，比如说这里皮带，这也是皮带传动啊，啊，它皮带配合的哦，这里都是滑轨啊，这边也有。这个呢是 XYZ 三轴平台啊，皮带传动加滑轨，它的有以下几个优点哈，因为它三个加起来每个都有优点啊。你比如说电机任意位置可以停止啊，如果是伺服的话，性能是更好啊。那皮带它这个呢可以长距离的啊，滑轨也可以长距离，皮带它的精度还是蛮高的啊，还是蛮高的啊。另外它成本是非常低啊，成本非常低。这个是我想再重申一遍啊，因为这个呢，这个机构是我们做自动化的必须要熟练使用的一个机构啊，熟练使用的机构。下面一个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少哈，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一行的人，就是电机齿条和滑轨啊。这个齿条呢，它也可以做得很长啊，它的精度比皮带精度要高啊，特别是斜齿的话，它的精度更高。但是因为它有齿条，它这个如果长度越长，那加工就越难啊，特别是精度的就达不到保证。还有，所以呢，现在很多公司像米兹米，它已经有标准的齿条齿轮了，你就不要自己去加工啊去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雕刻机啊，有些是玻璃切割机，这些都用到这种啊传动方式。它的缺点就是加工难度大，其他的应该说都比我们皮带加这个滑轨这种方式要好啊，但是因为它难加工，所以很难实现得了啊，很难实现得了。第六个最后一个啊，是电机加丝钢加轴啊，或者电机加丝钢加滑轨。就轴和滑轨我们刚才说了啊，轴它的承重能力没有滑轨的承重能力大啊，负荷没有，就是它的负载没有滑轨的这个可承受的负载大啊。其他的地方因为它用的丝钢，所以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很高啊，精度是最高，同样它的成本是最高的，是我们这六个机构里面成本最高的。一般情况下哈，没有什么特出的一个方式，尽量的少考虑这种机构啊。这里我只是说一下，因为你用这种机构，它的一个成本有的达到上万了啊，你一预算的时候基本上是五六千以上啊，没有什么，它的成本是非常高啊。不要一拿来一个机构就想到这个是很怎么说呢，是没有一个经验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啊。尽量的先考虑到能不能用皮带滑轨去做东西啊，去做你的这个机构啊。比如说如果一个机构它的精度要求不高，你首先考虑的而不是丝钢啊，它只要传送过去，但是它的精度只要实现这种直线传动，但是它的精度要求不高，尽量的少用这种丝钢啊。它一般会用在什么场合？这个丝钢会用在，比如说像那个 PCB 板啊，它的那个比如说 PCB 板，它可能会用到一个钻孔，或者它在贴片啊，反正一个极高精度的这种场合的情况下，就用丝钢。这好像说了一大堆的废话啊，但是我还是需要强调一下。